好，我在吃不懒做，想吃就吃的播客阿波，欢迎收看直播课。我刚才注意到街上去办点事情啊，现在出去一下啊。
姐紧张着吧？姐，你还没在跟人等着等啊？哪个人呢？跟你上来。跟我上来，我早都没回头了。不跟我约台了，非跟你五百人穿毛这些。啊，这样就行。姐，我都负责了你预备新操了，下午新操了吗？啊，你起不叫醒的嘞？就跟你起。姐，姐还没跟你先先往里叫。不不，你先先往里叫，我里叫，我里叫。Okay.